许多历久弥新的艺术作品。我看你是脑袋大，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是伙饭。什么生意？餐饮店。餐饮店，我父亲开了一个店啊，叫是这个正宗老北京巴西美式炸鸡。看来咱们开车去亚游这个计划，那些熟悉的形象。没关系的，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。送个果篮过来。平凡中有感动，谢谢谢谢。平淡中见真情。这小果篮，综艺喜乐会，拎过来累坏了吧？经典欣赏佳作。哎呀，我说，懂不懂啊？我懂啊，我就是孩子。警察，我懂，就跟当兵一样，他有警线。哦，有警衔儿，我知道。你比我少一个豆，对，怎么说？少一笔，矮一辈儿，也不完全怨你，你妈也有责任。为啥？你小时候啊，长得太单薄啊，对，太软呐、啊。是啊，要妈舍不得呀、啊，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。我叫潘富，男，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，四十还挂点零。你至今未婚。哎呦，我不都跟您说了吗？吃鱼呀，到时候浑身的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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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再让我看着你啊！再见着还得罚你。快走！又有进账啊！哎呀！怎么样，穿上这身衣服啊，多精神啊！想罚谁罚谁，哼，我就不信他有敢说半个不字儿的。有谁？谁？我电他，我谁？哎呦，怎么来警察？同行啊！啊！哎呦，别客气，那什么，有事儿找我帮忙吗？我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您走好。啊，这我就，哎，过来，哎，你让人看看，你这模样啊！没听说模样不好不能当警察呀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您是？我是说你的警容风纪。忌没什么忌讳的，穿上这身衣服生冷不忌呀！啊，我是说你的风纪扣，风纪扣，不是下边啊。哎呦，哪儿呢？啊，这儿，啊这儿啊，少系了一个扣。帽子戴正了啊，帽子啊，对。还有警衔，警衔，星都歪了。哎呦，我说你啊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差点让你给蒙了。拍拍打打的干什么呀？就你管我嘞？啊！我说啊，出来混事儿，这行头也不凑齐了啊！你要买不着大壳帽，你找个军帽里头撑个竹圈，那也像回事儿啊。你这可好啊，找一个骑摩托车的钢盔扣脑袋上，哎呦，傻不傻呀你？我说你看清楚了 啊，这儿写的什么字儿啊？书查。什么？这书查？你书是警察的，那也不能把他顶脑袋上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看来你是把我当成假的了。你要是真警察，我敢这么跟你说话吗？那你是真的吗？废话吗？我要是真的，我不把你小子逮起来，我就是这个。啊，这下我就明白了。你明白了，我也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呀？你小子啊，想到我这地盘里分这个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还嫩点儿啊。我得教育教育你，你得教育教育我。往这儿看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这是3杠2星，这叫3毛2。你呢？我3杠1星。3毛1呀！你别看我3毛1，我照样能管你这3毛2。外行了不是？
我真得开导开导你，给你上两课。给我上两课？那是，想学学，想听吗？行行行，我听听你什么道理，我听听。真想听啊？真想听？想学？想学？长学问吧你啊！烟，得给师傅上烟呢。好，走我周吧。火呢？哦，什么都没带。哎，怎么装兜里去了？你废话，点上。这在岗上啊，一点烟，抽着烟，让人一看就是假的，明白吗？啊，你说还挺有道理的。哎呀，我说，懂不懂啊？我懂啊。我毕竟挨个警察，我懂，就跟当兵一样，他有警戒，哦，有警衔，我知道，你比我少一个豆，对，怎么说？少一级，矮一辈儿，知道什么道理？见了首长应该怎么说话吗？我应该怎么说话呀？你得立正报告啊，你得，啊，立正，立，你给我立正啊，你，我一立得很立正。你立正！你这家伙，我这不是教育你呢吗？好，好，好！啊，接着说，接着说。这里道深了。怎么个深法啊？怎么深法？啊，往深了说，什么这个国家机器呀，什么专政工具呀，这都大学的课程，跟你说了也白搭。好好，那你就来点小学的。你也就这素质吧。啊，素质，素质都不懂。素素质，素质就素素，吃素的素，吃素的素，就是没肉，没肉就是素质嘛。这什么道理啊？这是，跟你说这都多，啊，我就问你一句话啊，说这天底下谁最大？哟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谁最大？啊，你最大。你不管我，还有兄弟你呀。啊，我不行。你别客气，有人管我，人民监督我。别，没有。你穿上这身衣服啊，我告诉你，往这一站，你想罚谁罚谁。哦。想办谁办谁，想逮谁逮谁。哦。我。他要想放谁也得放谁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还行啊你！我跟你说，打小我爸管不了我，就到派出所找警察。打小苗就不正，从小我就知道啊，这警察比我爸都大呀。是啊。啊啊！哎呦，我说，那边那辆警车是谁的？我的。什么？我的？那警车都换上了。那是啊。哪来的？哪儿来的？废品收购站买一车壳，打点腻子喷点漆，往这一顿，假的呀，假的呀，唬人啊！警灯、警报全套，真的。哪儿来的？黑沟买去。黑沟买的。瞧这身行头啊，全套啊啊！哪儿来的？黑沟买去。哦，警械、警具全套。这哪儿来的？黑沟买去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绳。这我知道，警绳。警绳干什么的？干什么？瞧谁不顺眼，我想拴谁拴谁，这就是法呀！闹着玩儿呢。对，什么知道吗？警棍呢？电棍子。瞧谁不顺眼，想电他就电他。干什么？电。别，没电，假的。我试过，连鸡都电不死。你有吗你？啊，这个今天我倒是带了。啊，这么小管用吗？管用啊！我瞅瞅。别随便动。我瞅瞅。别瞅。我瞅瞅。呀！我说，你怎么能弄一真玩意儿来？我这当然是真的了。哎呦我，哎呀，这哪儿买的这个？怎么什么都是买的？这不是买的，这是发的。发这个，哎呀，这个你有吗？什么手铐子？有吗？这个我倒也带了，我瞅瞅，看看，不是塑料的，怎么什么都是塑料的呀？你试试，哎呀，哎，你看看，还越睁越紧，真家伙，哪儿买的？这不是买的啊，这是今天专门给你准备的。送给我了，送给你了，谢谢，不谢不谢，太好了，我再给你看看，你说这是什么？输查证，怎么还念输查证？
督察谁呀、啊？督察谁呀、啊？什么督？这是专门管那些不守规矩的警察的。那管不着我？怎么管不着你？我是假的呀。我连不守规矩的警察都能管，难道你这个假的我还管不了吗？啊，还能有管警察的行当？当然了，哪儿买的？这什么的？这不是买的，这也是发的。哪儿发呀？你想知道是吧？跟着我走吧。好嘞。不单发你个这个啊，我还发你个小屋子。哎呦，还发。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？哎，不要笑，这是老师我发明的模特拳。难道说我的动作不美吗？啊，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，对，有分寸，对，有内涵，对。有神韵，对，可以说是什么都有，就是没事儿。胡说！哎，我要是练点有劲儿的，怕把你们给吓着。想当年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鞭锏锤抓躺棍坐棒是拐子流星，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，十八般兵器，我是样样精通。稀松。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。谁呀？那就是我的老妈。哼，提起我妈的大名，那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要说我妈，我妈来了，赶快列队迎接。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啊，你跑这儿干啥来了？哦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！这是我妈。妈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。嗯，对。我一考虑，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。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，我就想替您教他们，我是怕把您给累着。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？咋的了？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。嘿，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，我这是站似一棵松。看你像根葱。妈，你不能这么说我呀。我咋说你呀、啊、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，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。我懂、嗯、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，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和皮。看出来了，看看刨去了骨头，你净剩了皮了。那是。别起哄，别起哄。我说妈，你怎么老揭我短啊？到哪儿都这么说。孩子，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啊。那我知道。换一句话说，嗯，那就叫武文化。武文化，武文化、哦、明白吗？明白了。要冬练三九、嗯、夏练三伏，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。对，练功去，练功去。站桩。哎，这起什么慌？好好练着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，我就不练了。嗯，听您这一说，我也没什么出息，也练不成了，都怪我，我走了。孩子，不要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不听，听我，我不听。孩子，我就不听了。我那，哎呦，你轻点嘞。你能嚷嚷吗？哎呦，妈，您这什么功啊？这叫内家功。可是内家功这么厉害？孩子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哎，也不完全怨你，妈也有责任。为啥？你小时候啊，长得太单薄啊，对，太软呐、啊。是啊，要妈舍不得呀、啊，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我说我怎么没练成啊？都怪你，你干嘛不让我练呢、啊？都怪妈心太软呐、啊。你是，我总是心太软。心太软，不愿让你练功到天亮，你无缘无
做个强人，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。你不该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替我扛。练功看似简单，练成太难，我知道我不会随便勉强。好，我不再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我要教你练功到天亮。我无怨无悔，要做个强人，我会让自己变得坚强。这就对了，你看还是太软不是？您别说我软，先教我一手硬功夫。好，站好了啊。好，教你手硬的。嗯，这叫顶天立地。看明白了，这叫顶天立地。那是模特亮相。您再来，顶天立地。哦，顶天立地。哎呀，你咋这笨呢？您再来，顶天立地。哎，您跟我一样了，都让你搅的，旁边看。哎。孩子们，咱们操练起来！过来！我都开手脚啊，都给我精神着点，就看您的了。我是一张弓，战是一棵树，坚持住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走，慢慢溜着走。我怕得很。不要害怕，一切包在我身上了。我回呀。哎，春芳，你看咱咋能回你嘛？春芳，你看咱坐着拖拉机，突突突突突突，这突突了一路，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了。你现在要回去，这路上出了事情咋办呀？走，慢慢溜着走。春芳，你忘了，咱来的时候，你爸你妈，我爸我妈，我对咱是咋说的？我就连全村的乡亲们对咱也是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嘛。我你知道吗？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五六七哥，三起生了21个女娃。咱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，那我要生个女的咋办？不敢胡说，要有信心。走，慢慢溜着走。
哎呀，到了！哎，来，陈爸，来，快来到这儿来歇一下。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慢慢。前锋。哦。陈爸，我听说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，生男娃我是十拿九稳。真的？我当然没，我是经过调查研究的。可我娘家村我算命的是咋说的？不能听我算命的胡说，咱要相信科学的嘛。哦，对了，春发，你看，我给你买了一些年历片，上边都是一些胖小子。春发，你把它揣到怀里边，这心诚贼灵啊。可大夫说，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。啥？人家说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我真是的，哎呀，我就更没问题了。我早就决定了，咱这一次生他个男娃。看把你得意的样子。我当然了。哎，咋了？有情况？我饿了。饿了？哎呀，行，陈发，只要你给我生一个胖小子，我就是上天揽月下河捉鳖我都能行。你看咱现在有钱了，你说你想吃啥？鸡蛋糕？不吃。牛奶咖啡？哎呀，我不吃。啊，对，不吃。啊，西餐！哦，对，咱不吃我，咱不吃我。那你说你想吃啥？凉粉。耶！哎呀，春芳啊，你咋是个穷明星？我就是买凉粉的，你还没吃够。我就是想吃凉粉。行，你不要生气，行。我给你买一碗凉粉，再给你抓一碗饸饹，行了吧？行，都放些辣子。不敢说辣子，你要吃醋呢？我不想吃醋。哎呀，酸儿辣女，你要吃醋？心里边想着醋，心里边想着醋。哦。不行了！哎呦，大夫！宋队，你怎么了？不是，我不行了！哎呦，你们是起床了？不，他不是我了。你是起床？我记不得。哎呦，我不行了！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生孩子。什么？啊不，我爱人生孩子。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啊！你帮着找下他的家属啊！春芳，春芳，你看看。哎，陈爸，陈爸，啊，陈爸，哎，这，陈爸，啊，孙陈爸，来，同志，这啊，你找谁呀？我找俺媳妇儿呢吧？你媳妇是？就是这穿了个蓝袄。哦，那跟进去，大夫正找你。咋进去了？进去。陈爸，陈爸，你怎么闯进来了？我媳妇在里边，她要吃凉粉呢。你媳妇是谁？春芳嘛。孙春芳。啊，孙春芳马上就要生了，把东西给我啊。早就生了，春芳。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。大夫，你不知道，我不在跟前，他紧张呀。有医生和护士在，你就放心吧啊。大夫，我是听说在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，我才来的。求你给帮个忙，一定要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男娃。好。哎，大夫，那你把这拿下。哎，这怎么行？大夫，哎，那就谢谢了，大夫。同志，来，坐，好，来，坐。哎，坐。哎，你别紧张啊！别紧张。哎，同志，你媳妇儿也在里边呢。啊，对。哎呀，同志，家里
弟兄几个？八男四女，我妈一共生了12个，我是老八，前面7个生的都是女娃，我们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春芳身上了。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不过同志啊，你想过吗？啊，如果都是男的，没有女的，那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啊？我就管不着了。这个你应该明白吧？啊，这个，生命要延续，社会要发展啊，这个男女比例一定要大致相等啊，这在科学上就叫做生态平衡。我行吗？我生个男娃，你生个女娃，咱俩就平衡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同志啊，目前这个生男生女在科学上还没得到解决，你也得做好两手准备哦。啊，我媳妇儿，春芳，你不要害怕了，我在这儿呢。来来来，哎呀，同志，这事儿你帮不上忙啊。同志，看来你这个啊还是盼子心切。同志，你不知道，春芳这次再跟我生不下男娃，我妈就不让她进门了。什么？这真不像话！这都80年代了，怎么还能这样呢？这是封建意识，时代不同了嘛，男女都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！我在我们农村，我就是不一样。生了啊，男孩。我媳妇儿，我爱人。16床，王平平。你是王平平的家属吧？我不是。谁是王平平的家属？你生孩子也不来个人。来，这好兆头，好兆头啊！哎，同志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生孩子那也是一波一波的。要说生男孩那叮铃咣啷都是男的，要说生女孩呢，那稀里哗啦都是女的。你看这个，童子，你是说我媳妇有可能给我生一个男娃？有希望，大有希望。哎呀，童子，你在哪儿工作呢？我在区上。头头。哎呀，怪咋你说话咋这么有水平呢？生女孩。哎，别，同志，你这种，你不能可先下手。啊？怎么，生个女孩不想要啊？哎，大夫，你弄错了吧？这怎么能弄错呢？哎呀！春芳，你这是咋弄着呢嘛？春芳啊，你这是当咱们全家一个最最沉重的打击呀！哎，同志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想开点，同志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女儿好，真的，我就喜欢女儿。你没听人说吗？女儿亲，女儿好，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身小棉袄，又体贴又孝顺，那男孩怎么也比不了。小棉袄，大皮袄我也不稀罕。你这医院是啥水平吗？真是。哎，同志啊，你年轻轻的，可不能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啊！这个时代不同了嘛，男女都一样。女同志怎么了？女同志照样可以开飞机、开火车啊！你看这个居里夫人，还有黄道婆，这不都是女的吗？那女同志照样可以当领袖、当科学家。俺不想当我头头，俺就想要个男娃。哎呀！哎，同志，你先别呀，你到底是几床？12床哦。哎呀，我刚才问谁是2床。你是2床，祝贺你生了个漂亮姑娘，大人孩子都平安。哎
你看我媳妇还没生呢，这医院这水平就是好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这，哎呀。哎，同志，同志，你怎么了？同志，同志，我老毛病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哎呀，同志啊，你要想开点嘛。你是国家干部，是开通人。你刚才不是说女儿亲，女儿好，女儿是你的小棉袄。你娃长大了跟你一样，都能当领导啊。你要想开点啊。生了。走，男孩儿。同志，哎呀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同志，来来来，吃红鸡蛋，吃红鸡蛋。哎呀，同志啊，你算的真灵啊！这一下我生了个男的，你生了个女的，咱俩给平衡了。我跟你，这懒家伙又睡着，我让你睡。哎呀，睡啊，醒啊！王村长，大白天的睡懒觉啊？你这不省粮食吗？还省粮食？你说你啊，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，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，砸电视机罩，砸沙发套。哎，你瞧，这底砸的沙发套怎么了？砸上了，还得给你拆开。好容易砸了，拆它干什么？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。哦，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。现在啊，各村都没有光棍了。我这个村长呢，就完不成任务，就这一个了。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，就你。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。这不，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，哎，哪村啊？哎，这你怎么听见了？没听了，帮助你完成任务啊。这是，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，多大了？29了。哦。老姑娘了啊！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，说我哎，我说我们排副这两年干得不错呀，勤劳致富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。我哪缺那玩意儿啊？我这不帮你说好话呢吗？那我这么一说，哎，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，有点意思啊。哎，他是怎么个意思了？你想咬我呀？是怎么着？不是他说什么了？人家说了啊，10点钟左右啊，啊，到底得来看看。10点啊，是。哟，这不到了吗？说你准备准备啊！我准备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啊！往后你好好干，就什么都有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咱就得对付了。那怎么对付啊？我说，干脆就这样。啊，来，啊，你把这给我罩上。啊，罩这干什么？啊，听我的啊。啊。瞧见没有？哎，沙发24寸大彩电，这就算齐了。那挺像彩电的，沙发。我看看沙发。那还软乎乎的。那俩气球用上了。哦，你看漏了呢？看不漏。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。哦，眼睛有毛病啊？也没有大毛病，哦，就是看不清人啊。这正好啊，他眼神不好，屋里就暗。等来了，给他转一圈，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哎。不能坐，这沙发是样子坐啊，不能坐。二同志对着住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，哎，我别紧张啊，不紧张，精神点，精神点，记住了啊。二同志，对沙发不能坐啊，沙发不能坐，记住了啊，记住记住。哎呦，你就是潘副哦厅长啊？看出我来了？嗯，里边，来了。哎，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。来了，嗯，那沙发不能坐，嗯，啊，这，两人拉个手，挺正的，哎，拉个手，拉个手，认识吧，拉个手，拉个手，这练太极拳呢，大方点啊，哎，互相的介绍，我叫潘，一个一个来，俺叫
叫魏淑芬，女，29岁，至今未婚。该你了。啊，对，我叫潘富，男，至今是20不到，30出头，40还挂点零。你至今未婚，我光棍一根。奶娘说的。啊。中做介绍，这人肯定错不了，俺就来了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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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。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？热情点。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，你看，这那电视，啊，对对，不不不，那个这边有沙发，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？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。嗯，是黑的。哎，不是，他计划好了，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。给你吗？哎，对对，带玻璃窗的。哎，没错没错。村长，我哪有料啊？那院里不有砖吗？那是留着垒竹圈呢。嗨，这样式沙发，俺可头回见着你。嗯，这新式的，新潮嘛。城里买的不？啊，2毛7。哎，2毛7。那个2毛7就买几个钉子，对，这他自个儿做的，那他设计。给你吗？哎，我施工。那个电视机是多大片呢？啊，24寸大鞋盒子。哎，那个不是鞋盒子，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。啊，对。俺可头回听说。新产品，这个刚进口的，就是。不是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哎，我们牌户不错啊。优点就是懒啊，懒这个人不会，让干什么干什么，从不挑挑拣拣的。那就不挑了，这就挺合适。你合适，那个我也想过了。等你过来以后呢，实行一元化领导，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。您这话怎么说的？这话这么说啊？你过门以后啊，一切听你的，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。你这话说的对。那你同意了？哎。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？那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？对，你这是你大老远来了，一定很累，那你坐吧。俺还真累了。响了。什么响了？响了。哎，响了。那个他说呀，那个他响了。那个他响了，你过来以后啊，学科学，学技术，好好看看书。他响。你还爱看书呢？啊，特别爱看那小人书。哎呦。就是小孩儿，他喜欢孩子。真的吗？这俺29了，俺也喜欢孩子。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？二位，咱先把孩子放下啊，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。结婚的时候，再添点家具。对，这儿摆一大组合。对，这儿再来个冰箱。哎，大双孩子。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，哎，不是说你，按说呢，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。俺娘说了，女儿大了要出门，要找个勤快人。俺娘说了，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，牢骚怪话烦死人。俺娘说了，还说呢，耍皮球、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。俺娘说了，哎，你娘还说呢，要了命了这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一听说那懒汉，我气得我坐不住。哎呀，村长啊，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？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的。村长，你过来吧，你坐会儿吧。你干什么活都来？多好的人啊！嗯，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窝里来，响了。什么响了？哎，没坐就响啊！就实在对不起，俺眼神不大好。把个暖水瓶踢碎了。什么？我家就这一个暖壶，就是。啊，对，踢得好没关系。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，一直没腾出空来。您受累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还挺会说话的。不是，是你踢的是比我响。我要踢啊，踢不了那么响。我踢响。这媳妇多好啊！啊，好好好好干吧，村长。我好，你知道打哪儿？那我一定好好干。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？哎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
坏了，那不是电视，不是，是电，是电视，可是电视没坏，没坏，电视刚买。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秃秃的？它那个乌秃，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。对，茶色玻璃啊，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，买个电视机，买个茶色的，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？你别着急。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，可是图像清楚。对，图像清楚。真的吗？那打开让俺看看。哎呀，俺要看看。那你打开吧。给俺看看。对，打开。这要了命了，这是。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，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。真的吗？现在报告午间新闻。你看出图像了吧？据山东电视台报道。最近关注度很高，广大市民正想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啊！这人是眼熟，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？长哨比零，二比二平。现在耳朵乱听，现在他们没有天线的，这个人就变形啊！你非长吗？完漏了这儿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，就因为我过去懒，我以后改行了吧？那你改好了，俺带来了。好，那我送送你啊。回来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干什么你？演完了还没谢幕呢。一二三四五，把钱给我。凭什么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你爹。你谁爹啊？你还不承认？不信，你问那穿红套装的。他是谁呀？他是你妈。这老头糊涂了。把钱给我，我饿了。您饿了，回家吃饭去吧。我不认识家，我就认识你。啊？你是我闺女，我饿了。哎，你让车撞着。那好吧，我给你买吃的啊。哎呀，冰镇啤酒，先开开胃啊！我喝啤酒，啤酒不好喝。好喝？不好喝，那啤酒啊，跟马尿一个味儿。瞧，吐了吧？你都说跟马尿一个味儿，我能不吐吗？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？你这不砸我的买卖呀？我是糊弄老爷子呢。你糊弄老爷子，我喷出去半扎我。先生，您呢？别理他，他有毛病。我看他也是有毛病。喂，算了子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什么情况？赶紧跑步到村委会，本主任找你有急事。乡亲们好，我就是大喇叭里边喊的孙二愣子，大家认识我吧？我是我们村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因为只要上边一来领导到我们村，我们村主任就让我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演戏给领导看，主要是吹捧他。就这么喊我，肯定是上边又来人了。你们说今天我还能帮着他糊弄领导吗？谁喊能呢？能你上来，这么好看的小女孩什么活都敢接。嘿，孙愣子，剧主任，你是不是要反天呢？怎么才来？我这不来了吗？检查组一会儿就到，老规矩，关键的时候冲上去当着领导的面使劲的吹捧我。行，老规矩，把今天吹捧您的台词给我。妈，这么重要的事我给忘了。那完了，你没给我词儿，我怎么吹呀？不要紧，你就说我干过的那些好事儿。你干过好事吗？我干过还用你吹吗？主任呐，你换个人演行不行啊？咱村这么多人，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糟蹋。我舍不得你这张脸呐，大家看看这张脸，多么具有欺骗性，貌似忠厚，一脸单纯。主任的意思是我轻易不骗人，一骗骗一骗。这臭家伙！
主任呐、啊，你看咱周围那几个村，人家村主任带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。我们北小旺村啊，这村主任带着大家修水渠、建大棚，现在人家是绿色生态园，还有黄米村，那过去是有名的贫困村。那村主任带着大家建了食品加工厂，人家早就脱贫致富了。您要像拉倒吧，你看看那几个村主任累的，腰都直不起来了，你再看看我的腰，你腰在哪儿呢？你管我腰在哪儿呢？我的腰依然坚挺。这大腰子肥呀！别给我整那没用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要是演好了，你们家的危房改造款我立刻批给你。那我要演不好呢？你就等着危房变废墟。我演，剧主任，我今天一定玩命演。但是今天这个场面你一个人撑不下来，我请了个主角，你给他打个下手。啊？咱村还有会演戏的？老刘头新招的上门女婿。县剧团的，人家县剧团能给您干这个？他要是不干，我不给他老丈人办低保。低保是国家定的政策，你说不给就不给啊？怎么的？我的地盘我做主。那是啥？驴啊，驴！我要说他是马，我看谁敢说他是驴？你敢吗？我不敢。你就说他是你，我们也没意见。主任呐，开会了。等会儿，老刘头女婿已经往这来了。哦啊，哎，我不认识他，我没见过呀。我也没见过。没事，他骑自行车来的。哦，他还没干过这活儿、啊，你给他好好说说戏。等检查组一到，你们俩就冲上去，给我掀起个高潮，高潮，高潮。你看这造型吧，还高，撑得跟个球似的。我到哪儿给你整高潮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高潮。哎，领导，这次暗访啊，别的村都很好，只有剧主任这个村老百姓的意见很大。对，我就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演戏。来了。老刘头的女婿。来帮着村主任演戏。演戏啊？上面来领导帮着主任演戏糊弄领导。来就来了，嗯啥呀？县剧团的是吧？条件不错，五官长得很清秀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领导来了，你精神点啊，也没刮风，别老眯着眼儿。没眯，睁着呢。睁着呢？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眼睛长得也太自私了，他能看见别人，别人看不见他。什么意思啊？没啥意思，算你睁着呢。什么叫算呢？一直睁着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县剧团长得也太磕碜了。他女婿，哎，来来来来，你属啥呀？属猪。过年60了？36的猪。我的妈呀，这谁能看得出来呀？这脸长得上下5000年，沧桑啊。怎么地了这是啊？没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其实你来吧我也理解，是吧？啊，你是为了你养老岳父的低保，是吧？我是为了要我们家的危房改造款，要不谁能干这缺德事儿？咱干啥缺德事儿了呀？剧主任说了，一会儿上面领导来了以后，咱俩冲上去，完了使劲的吹他，吹他。那他干什么好事了呀？他干好事，他连人事儿都没干过。他，哎呀，那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妈演戏，哎，县剧团的，一秒入戏，眼睛真能睁开呀！哎呦，一会儿领导来了，你再演，你老岳父这低保就下来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不演不给办低保是吧？剧主任不会这么说，剧主任会让你等。那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等到低保下来，你的老岳父已经不疼不痒，往那儿一躺，老享福喽。什么意思啊？嗝屁喽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领导来了以后，使劲吹啊。那不行啊，不了解情况我不能瞎吹呀、啊，我怕给吹爆了。你别吹爆了，你再把我危房改造款给我崩没了。来来来，你念这封表扬信，这封信我上回念过一次，反正也不是一波领导。你写的？我写。主任花钱雇人写的。
哦，哎，我是不是得背一背呀？背你可背不下来，这词儿我看了半年了，我都背不下来。为什么呢？不是人话的词儿不好背。哦，我还真想看看这不是人话的话，它是什么话？小山村里创奇迹，冲出的。你这么念可不行啊！剧主人要的是高潮，你得使点劲儿，使劲儿。你想想，你老岳父，低保，嗝屁了。小山村里创奇迹，冲出亚洲奔国际，定上一个小目标，咱先赚他2亿。一年赚2亿，主任就是遥控器，遥控器一发射，历史记录全打破，破记录争第一。主任就是挖掘机，挖掘机哪儿加强？主任展翅要飞翔，要飞翔。行了，老岳父低保下来了。你们就这么演戏呀、啊？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县剧团你还瞧不起人？你是摊着个容易演的，你演个男的你试试。有男的吗？那当然了。上次领导来的时候，主任让我演个贫困户，老难演了。你还演过这个呀？哦，那你给我们演演呗。你别闹这事，演演。群众的呼声，你不演一会儿，我不会演。你这人，那你把这曲子给我放一下。还有音乐啊？那当然了。那天领导来的时候，主任专门安排大喇叭里边就放这个曲子，就为了烘托个气氛。这曲子主任给我的，让我平时拿它练。哦，开始。谢谢领导，还想着我们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其实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。谁呀？他就是我们的村主任呐，主任的。哎呦，小伙子，你真哭啊！不哭不行，我上回光打雷不下雨，主任罚我500块钱。500啊！哦，哎呦，那你们主任这么厉害，你们干嘛要选他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我跟你说，选村主任的时候，我们主任有招。你看啊，选主任的时候，每个人手里可以投2个候选人。主任说了，第一票你就投你自己。人性不，第二票你必须投我，谦虚不，最后一唱票，全村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一票，就我们主任票最多，他选上了。他选上了。哦，哎，那你们主任没有怕的人吗？他怕上面来人，上回来了个领导就说了一句话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那把他吓得在家嘚瑟好几天。哦，哎。那我要是上边来的呢？你还上边来的？你给我上一边去！哎哎，孙二愣子！哎，主任，你可以回去了啊！我没演呢。演什么演呢？都这个点了，检查组肯定不来了。你把我的危房改到管批了吧？你也没演，我批什么批呀？那没演也不赖我呀。那赖我呀？那么检查组不没来吗？那检查组为啥不来呀？你还盼着检查组来呀？有能耐你把检查组找来，我现在就给你批。你咋知道我找不来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啥意思？检查组来了。哪儿呢？他，检查组的。你站起来。县剧团的全靠你了，你帮帮我啊！您是？我姓高，专项检查组的。高潮来了。你没胡说吧？没有。演。啊？演。演吗？演。那他危房改造款没给我批，我能演吗？
他这个危房改造款什么情况啊？情况就是批呀、啊，已经批了。拿着。老刘头低保能批吗？那个低保什么情况啊？他早就批了，拿着。那你罚我那500块钱呢？什么情况？他有点犹豫，是吗？还！我逗他玩呢，拿着，不常逗。领导，您都看见了吧？群众利益无小事，我为乡亲们办事，我是尽心尽力。虽然我有病，我的腰不好。他腰什么情况啊？腰大肥。领导，我接个电话。没想到你这么好使，可惜你只是个县剧团，你要真是检查组的该多好。对，高科长已经到我们这儿了，啊，请高科长听电话。好，该多好，高科长。哎，哦，你们往这儿来了，好，一会儿咱们村委会见。什么情况啊？你真是高科长，啊？你眼睛不小。小，我的眼睛长得太自私。领导，这小子不会说话。他说的全都是实话。你是天天在跟我们演戏啊？别的村为什么过上好日子了？是因为所有的村主任每天都在想着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啊。你整天想的是怎么弄虚作假糊弄领导，这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？领导，你的情况啊，组织上已经掌握了，一会儿要找你谈一谈。要跟我谈话什么意思？你要嗝儿。一会儿我们也谈一谈。我也嗝儿了。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说的形成文字材料？敢，千字画押我都敢。有党和政府给咱撑腰，咱老百姓啥都不怕。领导，我承认我在工作上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，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，我也是苦出身，我是农民的儿子。你还知道自个儿是苦出身农民的儿子呀？你不给老百姓办低保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？你卡老百姓的危房改造款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老百姓是你爹呢？你在村里欺下瞒上霍霍老百姓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？说得好，领导，我们不要他这样的儿子，没坑爹。解放，祥子，咋不进屋呢？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？是不是还生我气呢？这两天你没来，爸心情可好了。那我这来了，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，省得他拿它打我。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？我都买了。你这是买的呀，还是捡的呀？这话说的，我这梨可贵了，正宗的南果梨。妈，这是梨呀！啊，我还以为是俩杏呢。你少来这套。走，进屋来，我爸拿着。不，哎呦，我爸拿，算了，哎呦，我爸拿，怕啥的？哎呦，掉了一个，来，走，爸，嗯，我回来了，爸，嗯，哎，这水果放哪儿啊，强？你瞅把你给累的，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？买俩梨得了呗。你还真就买俩梨？不是，爸，这俩梨是祥子买的。哦。空手来的，行，坐吧，等着吃现成的吧。我给你俩洗去，谢谢爸啊。不是爸，那祥子，你跟爸解释解释。爸，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。我知道。哎，你这解释挺好啊，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。那我没买吗？你不就买俩梨吗？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？这事儿跟爸犟啥呀？真是。啊，这时候孝顺上了。行啊，爸吃肉就行。说正事儿。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，
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，对吧？可不是嘛，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，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，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，你那么拦都拦不住，完事还骂你，那还次要的，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，要知道自己被骗了，那年能过好吗？他还不得憋屈死啊？可不是吗？所以说祥子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这这么多钱呢？这10万块钱，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，让爸先过个好年，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。撞了，撞得死死的。啥撞了？咱俩这份孝心撞了。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，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。那咋不填呢？我没钱。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？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？不是，我真是这么想的吗？不是，我不是不够吗？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？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？大概5-6万吧。你也别6万了啊。你是儿子，我是姑爷，咱俩一人出5万。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，我现在降个档，我买个5万块钱车，你觉得这样行不行？行，行就行了。但是姐夫，你说你一科员，开一5万块钱车，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？整那么大风干啥呀？是吧？咱就说，咱买一4万块钱车，它能开不能开？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，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！你那纯属瞎花钱。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？打哪儿不能进点风？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。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？真皮座椅算吗？换针织的。我跟你说，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，夏天烫屁股，冬天拔屁股，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说的有道理呀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，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？这就退了吧，姐夫，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？哎，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？啥呀？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？车壳子，车壳子吗？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？能安全吗？咱不能要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，那多结实啊，还能给你焊大点，焊个7座的。车壳子我再不要，那我真不剩啥了。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，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。你看你还不乐意了，你实在不喜欢，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？那祥子你啥意思啊？你就1分钱不咋的掏呗？你说的这叫啥话？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？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？喂，儿子吃力。啊，谢谢爸。姑爷来一个。谢谢爸。要爸你吃吧。好嘞。这水果啊，吃多少洗多少，洗多了放不住，对不对姑爷？嗯，对。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，我和水果全听爸的。哼，这什么钱啊？哦，爸，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，给你拿回来。哎，拦呢？啊，你怎么不拦了呢？还我上当受骗了？我告诉你，全世界的人被骗，你爸都不可能被骗，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何止没出生啊，都没怀上。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，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博出来的一笔奖金。哥，你能挣到手吗？你不但挣不到手，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。还真是，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。这说的是啥呀？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？那到底是盐咸呢，还是咱爸脚咸呢？还我上当受骗？我把女儿嫁给你，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。爸，你干啥去？存钱去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。这200块钱拿着啊，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，别老空着手。我没买水果啊，
我哪寸空手来的？仨人洗俩梨，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？你姐嫁给我，她不幸福吗？嗯，可这膨胀成啥样了？她被骗了，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。我跟你说，再这么下去啊，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，那骗一次上一回当。这回行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，那下回呢？谁堵？你堵啊？我堵，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。一提钱，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姐夫，我跟你说，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。姐夫，我跟你说，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。哎，咱就学骗子那一套，咱也好好骗骗他，咱让他明白，他不是神仙，他也会上当受骗，怎么样？这招太好了啊！咱现在就上网学，真的。嗯。我告诉你，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，你信不信？但我跟你说，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，被他戳穿了，他更得上天了。这个行，这个不低端。啊，绑架。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假装那绑匪，我就把你绑了，我看他信不信。走，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，再给他打电话去。好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，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，行吗？跑呀！哎，这谁甘蔗呀？祥子接电话。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。喂，喂，是胡自信吗？是我，你谁？哪位？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。你让他少喝点，赶紧回来。没说完就给挂了，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？你像给我请假的。你厉害点，你拿出气势来，你看看。哎，喂，姓胡的，你管谁叫姓胡呢？没大没小的，你再说一遍，信不信我抽你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怎么还给挂了你？爸生气了，扬言要抽我。他现在不是你爸，你现在是绑匪，绑匪，你厉害点。哎，喂，听好了。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，咱俩谁也别挂电话。嗯，你儿子被我绑架了，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！我保他留个全尸。全尸？哎，什么声音？哎，是不是做的水开了？哎，我救心丸，我救心丸呢，我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爸在找救心丸了。你怎么？你说绑的不是我，绑的是你，不是我也够呛了。喂喂，老胡头，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？你说的那是我姑爷，对，就是他。你这样，你先把药吃了。那不用了。绑匪，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，我儿子你要100万，我姑爷你要多少钱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这话，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？行，你出价吧。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？3万。多少钱？25000。你刚才说3万？那你还问？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。不值钱是吧？给我打！别打，这钱我给你，让我想想啊。10万块钱奖金，2万块钱税钱，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。这样你也别100万了，我也别3万了，咱俩折个中，79800，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，行不行？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老头啊。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？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，你姑爷这几年干得怎么样？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，啥不是指着他？你喜欢铁观音啊？人家找7、8个钢厂的朋友，连夜给你铸了个3米多高的，你还想咋的？那能喝吗？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？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？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？白买了好几吨铁呢。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？什么呀？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。行啊，就算我把钱给你，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？当然了。你怎么保证？我怎么保证？我怎么保证？喂，大爷你好，你好大爷，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。但我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了这帮绑匪。
钱吧你。人家把你放了，你为什么不走呢？他叫的车马上就到。啊，到了到了，大爷，师傅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先走了，后会有期。行了吧，恶心死了你，赶紧把钱打过来啊，要不然恶心死你。行，那你把卡号给我，我把79,800给你打过去。79,800，谁同意了？100万，一分钱不能少，要不然撕票。别别，给我打，打到给钱为止。包匪，咱们商量商量。好，喇叭，拖拉机，招招致命啊，全打麻将上了。哎呀，不好说。我的擦呀，我的擦，我擦，我擦，我擦，哎呀呀，我哎呀，哎呀，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我还打啥卡里啊？我亲手给你多好啊。亲手？你当我傻呀？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？别跟我耍花招啊！继续给我打！啊！哎呦呦呀！疼疼疼！哎呦哎呦！拖拉！哎呀！我拖拉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轻点儿！手机都给我打掉了，这么虎呢？比咱爸还虎！哎，赶紧打钱吧！哎呀，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！哎呀！哎呀！别打我好姑爷，不就100万吗？给我给！什么？不够我再给你100万。还不够的话，我卖房子，我卖身，我就把这钱给你凑上。别再往上添了，足够了。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？他有可能还不起的。姐夫，你别哭了，搂不住，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。爸那是逗你玩的。不可能，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。哎呀，穿帮了，穿帮了，不能啊，我刚才演得多真呢，怎么能穿帮了呢？哎，爸去哪儿了？给我打钱去了？不能啊，卡号还没给他呢。捐肾去了。妈呀，完了，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，那是倒了霉了。哎，爸上哪儿去了呢？啊，爸，再吃个梨不？补补肾。不用了，吃甘蔗吧，这个更补。行行行，咱爷俩一起补。我就你讨厌我，我就你讨厌我，你还装疯子，我打你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干什么呢？嘿嘿嘿，远方的客人，请你留下来。呀呀呀！哎呀，那笨蛋玩意儿，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。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，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，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。这脚脖子挺疼吧？哎呀呀，都敷弄了。哎呀，胡大爷，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？对呀，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，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。大爷，没那好事儿，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。啊？不是，大爷，你咋还不明白呢？你被骗了。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，放心，嫌疑人已经抓到了，钱也追回来了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被骗，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。不是爸，你确实上当受骗了，那我们没敢告诉你，怕你上火。你收那10万块钱，是姐夫拿的。把那小钱儿啊，别往心里去。你说你这事儿整的。你说你让我老脸往哪搁呀？滚一边去！大爷，记住，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，家人多劝阻，时刻要提醒。那行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，把钱领走。谢谢警察同志啊，回头我们就过去。不客气。回头？怎么去啊？叫个车呗。叫车？二位警察同志，你们怎么来的？开车来的。正好坐你们车走。行，爸是不服不行啊！警察便宜都敢占，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？这大过年的，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？
哎呀，蔡阿姨，院长，我正练舞蹈呢。哎呀，您先别练了，咱敬老院出大事儿了。怎么了？有一个老头啊，失忆了。嗨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。关键是这老头啊，记着自己有老伴儿，但是忘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。找不着老伴儿，他就不吃饭，三天了，喂他什么他都不吃，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？吃我呀？不是，我想请您啊，去假装他老伴儿，劝他吃饭。哎，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，干嘛非得我去啊？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。嗯，你看啊，温柔贤惠，张大妈去，身体健壮，李大妈去，关键是特别漂亮，扶我起来。您同意了。没办法，颜值越高责任越大。哎，来来来了啊！慢点慢点慢点，干啥呀？潘叔，您先稍等啊，您稍等。蔡阿姨，您看，就是他，扶我回去。为什么呀？就他当我老伴儿，当我街坊，我都得搬家。蔡阿姨，颜值越高，责任越大嘛。好吧，好吧。嗯。潘叔，哎，您看这是谁？你好，我是你的老伴儿。你可拉倒吧，你不是我老伴儿，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。这不是失忆，这是疯了。再见。哎呀，蔡阿姨，蔡阿姨，她失忆了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切，还比我漂亮，就她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，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她。不是我这模样咋了？我这模样咋了？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，不像吗？像一半。哪一半？翔。你，院长，他说什么意思？好尴尬呀。蔡阿姨，咱们继续吧。他没救了。哎呀，您再试试，您还没尽力呢。好吧，好吧，给我吃一口吧。不吃。我尽力了。哎呀，蔡阿姨呀，您稍等啊。潘叔，人都说是您老伴儿，怎么还不吃啊？不对，有瑕疵啊。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儿，我就考考他。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，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。好，蔡阿姨有希望啊！希望也是渺茫的。哎呀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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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？铲驴粪。盗墓。啊啊！挖出一头驴。哎呀！又给活埋了。哎呀！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？总不会是铲驴粪吧？对了，你说对了，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，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。请问为什么？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。蔡阿姨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说话？他说对了，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，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。我救了你，对，你娶了我，没错。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？院长，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，说话太气人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这咋的？哎呀，蔡阿姨，你看这是饿的，再不吃饭出人命了。哎呀，我这样，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。好好好，潘叔，您换一道啊，就你们两个人知道的题。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。对，当时我们家不同意。哦。当时是你们家不，你们家还不同意？是他妈妈不同意。当时啊，是这样事儿的。儿啊，你喜欢他什么呢？长得好看。啊，长得好看呐。那姑娘啊，你喜欢他什么呢？长得好看。猜你这干嘛呀？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。蔡阿姨，您注意态度，您。你快点吧。啊，儿啊，常言道，丑妻才是家中宝，
长成这样的肯定跑，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。妈，我也想啊，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。潘叔，咱不情景再现呢吗？后来呢？我妈不同意。咦，咱俩私奔吧。好吧。咦，咱俩分头私奔吧。站住！院长，私奔带分头的吗？潘叔，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？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，老伴儿来送您，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，您假装出门。好。蔡阿姨，您送一送吗？我得送他。对对对。走你。哎呀，潘叔没事吧？蔡阿姨，温柔一点。结婚第二天。结婚第二天。对。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。临别之前，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？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。哎呀，我去，整得挺浪漫。咋一股烟味呢？哎呀，你谁呀？儿啊，妈也过来送送你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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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。不是，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。快说快说，拥抱啊！这叫怎么能过去了？过来，咱们换一道题，换一道题。行，那我再考考他。嗯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？我跟他还有一儿子，那得长成什么样啊？妈妈，对，就这样吗？老公长得这么小，儿子长得这么老，让我失忆好不好？妈妈，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？妈妈，我不想去幼儿园。儿子，你三岁了，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。幼儿园，妈妈，我怕他们欺负我。儿子，不要害怕，向爸爸学习，要学会用智慧。对，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。嗯，他出去放牛，怕牛丢了，就想出一个好主意。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儿丢了。对了，你说对了，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哎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我哪知道啊！我就痛快痛快嘴，他好糊弄。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？相信了。吃饭去吧。走，跟我一起回家吧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我老伴吗？古人云：“老伴归老伴，别老在一块儿。”院长，解释一下啊，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？你那稍等，我问问啊。蔡阿姨呀，这回我真的尽力了。蔡阿姨，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，潘叔要饿坏了，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。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。不行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。妈妈，好，我再坚持一会儿。我不吃饭，哎呀，我饿死算了。潘叔，他跟您开玩笑呢，他就是你老伴。不对，有瑕疵啊，我再考考他。我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？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？让葫芦娃给揍了？88年我下海经商，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，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。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，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，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，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。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，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。你那鱼不是死了，是熟了。可是我的钱都没了。哎呀，钱没了，人还在呀。下回争取啊，钱还在，人没了。不对吧？媳妇儿啊，我现在身无分文了，是个穷光蛋了，咱俩离婚吧。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。别这么说，你原来也是。给你，这是咱们家
最值钱的东西，你拿着吧。不行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的礼物，不能要。拿着。不行，这是你的东西。什么你的我的，连你都是我的。心若在，鱼就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对了，对了，88年你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老伴儿啊，你终于想起来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哎，我好激动。你干什么呀你？我有老伴儿。对，就是我。呸！咱俩才认识5分钟，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。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，他拉着我就私奔，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。这是我老伴儿。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，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，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。得，坏人是进不来了，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。这是我老伴儿。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，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，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，那糖是冰凉的，可我这心是滚烫的。这是我老伴儿。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，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，有个坏人要欺负我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，坏人吓跑了，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。这是我。老伴儿。当你老了，没错，老伴儿，失忆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你都失忆1年了。对，从那次意外到今天，已经整整1年了。在这1年里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。可是，一提潘叔是您老伴儿，你马上就昏过去。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，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。院长啊，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。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一天想不起来，我陪你一天；你一辈子想不起来，我陪你一辈子。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。你为什么不吃饭呢？你饿死了，我欺负谁去啊？老伴儿，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，太不容易了。您终于恢复记忆了。是，你谁呀？这位是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儿子啊，坏了，又乱了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，这就行了。好，老伴儿，喊什么呀？我又没聋，你爸太粘人了。老伴儿啊，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，院长没少帮忙啊。是啊，儿子，咱们谢谢院长去。哎，潘叔，好尴尬呀。哎，继续配合。哎，好。妈妈。哎。爸爸。哎，走，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。你卡着嗓子，你就咔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鼻子卡住了。哎呦，瞧，卡住了吧？都怪你。你老说卡住，我卡住了。推他，那他干什么好事呢？他干好事，他连人事儿都没干过。哎呀，那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我没摆师傅啊，我乃纯空手来的。仨人洗俩泥，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？你喜欢他什么呢？长得好看啊，长得好看呐。那姑娘啊，你喜欢她什么呢？长得好看。
Thank you.